村长广播，村长广播，哈、啊、好啦，豆子你先自我介绍。我是瘦子。小春换你自我介绍。我是小春。大渊换你咯。我是大渊。换我咯。我是 Kira。 Hello。是哎、欸，不知道看流星，先过去确认一下有没有。还、啊、有吗？有啊有啊。三爸说今天两点多的时候刚好月亮落下，今天刚好是流星雨最大最大的时候，所以他等一下要带我们去看流星，希望他不是说说而已。只是头有点酸。然后今天早上协作他们已经弄了好好吃的早餐给我们吃，是粥哎、欸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就要出发。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两点出发，可能真的要走很久啊。今天，所以一定要吃饱休息够。等一下呢，希望就会有大景，好不好？嘉明湖，我们来了。哇，我刚喝这一口被烫到，可是这种烫是有一种幸福感，竟然还可以被烫到，超冷。现在应该有3-4度吧。就我们这次上海也蛮爽，没有真的太多人哦，真的。因为大家都觉得好像会下雨。我昨天半夜还出来拍那个门，那铁门你知道干嘛的吗？防熊的。厨房会有味道，熊会往那边走，所以他就会把那个门弄破撞破，所以他们就直接做个铁门。协作说后面的门也是铁门，后面的门有熊的那个爪子。嗯，哇塞！你等一下去看流星雨，如果有，我就叫肥肥后置，因为他拍不到啊。如果没有，就真的没有，就是黑的一片这样子。我们先去收东西。大姑娘，大姑娘，超美的。超级美，你真的没有办法想象这星星有多多。我们现在在等待看有没有流星，1小时165颗，我们要不要先等到一个小时，然后它165颗一次发射吧？还是头真的是有点会酸。哎呦，有，超漂亮。超级亮的，我还想说这边会不会太亮。我看到的状态是我余光看到我脸转过来，它还在画。再看一个，再看一个。真的有流星，超多的，感觉右边这一层又有了。有吗？对，山坡这里。跟你朋友来看流星，那边有一个，真的跑掉了。看到，跟你朋友来看流星根本看不到，好不好？什么意思？因为要看一看，然后因为你在等嘛，你在等的期间，你就会很想要聊天嘛，不然就是这空档。然后聊，就打个火热，就开始亲，然后根本没有在看，没有在看流星。对呀、啊，走，我去尿尿，准备出发。好、哦。来哦，林德哦。奶茶姑娘，你这装扮，我真的不知道这怎么讲哎、欸。我刚才以为是像小偷，蛮、欸、可爱的、啊，还戴这个手套，然后还喝热茶，还在喝热茶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现在我们应该都还 OK。我比较像小偷，我叫歹徒。而且你还小偷，然后还用那个 Supreme， 就是偷到一个好的头灯，对不对？ Supreme 呢？那个上面是。来是 Super 密码，不是吧？看起来好像下巴很长，你像维敏哥。你嘞，志坚哥。乱讲。现在休息一下，因为我们现在等建宗跟他女朋友。要把外套穿起来。对，我现在就想把外套穿起来了。哎，刚刚很热。剃头哥可以吗？我当然可以啊，在讲什么？好，出发。这边是要去嘉明湖的山屋，这边要去黑水塘。如果这边走去黑水塘，大概多久？快2分钟。真的？那现在看不到路了嘞。对，所以我们下山再去。黑水塘会有故事跟我们分享吗？黑水塘没有故事，它就是一个很漂亮的黑水塘。那我们回来的时候不会去经过黑水塘啊，经过一下拍给大家看一下。很多人会在那边拍照，网美景点其中一个。为什么会有湖中女神吗？这是你的金 GoPro 还是银 GoPro 的？这不是湖中女神吗？没有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呢，马上就要在休息片刻之后，继续前往嘉明湖山屋。今天呢，我们走到嘉明湖山屋之后休息片刻，我们就会直攻嘉明湖。我们会先换装，就等于是我们今天晚上这样讲，你们听得懂吗？反正就是今天几个小时以后，我们会睡在嘉明湖山屋嘛，所以我们就会把装备重装留在嘉明湖山屋，轻装上去比较愉快一点，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沿途开开心心的讲话哦。现在是没有人要讲话的意思。星星还好吗？你听起来的还可以，超不可以的。看得出来我很累吗？我们现在一行人走上了这个快到连线的这个
前面这一段枯坡。现在是冬天，冬爬真的超累的，因为照理说现在应该要已经天亮了，但是我们现在完全没有感受到一丝丝阳光的感觉，越来越冷，越来越冷。然后我们现在是几乎把所有我们身上最好的装备穿在身上了，唯一我的失误在于我戴错手套了，各位千万不要这么做啊，忘记啦，因为之前去爬奇来的时候没那么冷，这次是完全戴错手套，露出手指到底在干嘛。不过除此之外我其他的装备还算 OK。好的，现在已经那个在高山的时候都不会宕机，所以呢我们就要先做一个小 ending 哈，就先这样啊，拜拜。哇，GoPro都有点结霜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山屋远处了，现在阳光出来了，看一下。然后现在就是白墙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看了天气之后发现中午前天气非常的好，所以我们要赶在中午前去加冕文。那现在我们就去山屋先休息尿尿什么的，前面就是山屋了，我们过去看一下吧。而且现在不会宕机了，代表着现在没有那么冷了。现在6:48，各位早安，非常的早安。我们从两点起床啦，3点开始走，走到现在，中间就是小停，太冷了。有没有看到我现在讲话那个雾气非常非常冷？然后你看我身上衣服都有水滴，有没有？沿路走来有一点飘雨，飘雨之后又有点冷，所以有点在我的衣服上面结了一点霜，我就震那个霜就。然后现在有点小小危机，就是我发现我的头灯没有电，所以以后出门的时候真的要好好的看一下有没有电。你有电池吗？有。好，那你讲。OK， 你去看我包包，满满的。所以我们等一下在这边休息片刻。368刚给我了一个选择，要在那边吃点面，马上去呢，还是要直接休息一下，用行动粮在路上吃。现在要走到这里了，说不要去，凯西。我也去过啦，不同的心境啊。我看到这个白墙，我就想去了。你现在只要想到一件事情，你就会想去。你带着凯西与盖瑞的心。没有，我刚刚想说，不是盖瑞这次换，因为每次都是我爬。不要笑口音，不是？你刚才笑口音，一般有没听到？给。那我们到底有没有吃面？有啊，要煮啊。哦，好，那休息一下。那我们人在3000多公尺上面的一个山屋嘛，那因为这山屋呢蛮特别的，因为它是在高山的山屋，所以高山的厕所就不像你家的那种厕所那么的便利。所以我刚刚看到这个厕所使用了一下之后，觉得一定要好好的介绍给大家。首先呢，它不会像你家一样有那个冲马桶的冲水，那个马桶前面是有两个脚，有没有看到？你要对着脚，你不能这样，你只能脚踩这边上厕所。它前面的1/3是集尿槽，后面呢是集粪槽。你看小美壮观哦，已经看到了，我的天。然后你倒完大便呢，你旁边有附这个木屑，就倒一点1/3进去，以助于它发酵，所以它是一个发酵的一个状态，去那种尿跟粪分离，然后那个尿呢就会它有那个排放管引到一个地方去，粪呢也是收集到一个地方，慢慢放让它发酵，我觉得很赞，至少不是说让大家游客是大完尿完然后就随便乱放，因为这样的话其实也会破坏生态，附近的味道也会非常的臭。看你现在走在这边那么近哦，其实还是有厕所的味道，但是不会说到真的非常的恶臭，那再加上刚才高山空气比较冷，那个臭比较不会那么的可怕。那你看我们住在山屋那边，几乎是完全闻到味道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值得推荐给大家的一个状态。我们现在休息了片刻之后呢，我们决定再休息个3到5分钟，我们就要马上启程去加冕湖了。很好笑的是，有一半的人放弃了。为什么放弃呢？我觉得不要去笑他们，因为他其实是评估过自己的体力是真的不行，所以才选择这件事情。因为他满心期待加冕湖，可是当然不能去硬干啊，你下次再来。山一直都在，那加上今天有点白墙状态，就是这个人害的，这个人罪魁祸首。为什么一直说是他害呢？因为很奇怪哦，他每次去爬山，每次都有白墙。我才没有每次嘞！你讲一个没有白墙的，你讲一个嘛，讲不出来，讲不出来，他讲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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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来。等一下呢，整装要准备出发，现在是飘一点雾雨，是有点不舒服，好想待到明天哦。但没办法，我是野人小部落的村长，我必须要身负重任。就算今天白墙，我们也要知道，就是说我们到了加冕湖了。虽然说我20年前已经去过了，但是以前的模样就跟老情人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就他虽然变了，但你这样相隔了20年去看他，还是有一份情在啊。我去看看他了，好不好？太好，因为他这地方很。
我觉得厨师很厉害，他除了放非常多的火锅料，他有跟我讲说他从台中来，还有带特制的爸爸的秘方红葱头的猪油，所以呢我们吃起来就特别的香，我觉得很棒耶，他们真的是有用心在煮饭，虽然说只是小小的一个早餐，但好满足。那火锅料怎么那么好吃啊？我们今天的厨师他说他升级为厨师才第三天，对，第三天，他之前都是清洁工哦。对对对，我真的假的啦？真的啊，我都在打扫山屋，所以我对山屋的环境的整洁也是很熟悉，非常的要求。我注重卫生，所以煮的东西也特别干净好吃。他因为是新官上任，怎样三把火，他的东西一定都超好吃。等他再煮个30年，东西就随便煮啦。没有，重点我还要加我老爸的家传的那个红葱头猪油。再过个两个礼拜他就不加了。对对对，因为没得加了，已经被吃光了。所以有特别留给我们就对了啦。对对对，刚好在你家上来。所以在这边这样聊聊天，多开心啊！但是你要先走了上来啊。总统大家都不要去，在场的各位总共三个频道，已经有一个频道放弃了，然后我不知道木星那边的黑鬼儿那边有没有放弃，看样子好像也快了，陈康也放弃了，他刚刚的借口是我衣服好湿哦，废话废话，怎样范江，丢个答案，完蛋完蛋完蛋，走啊，回去我就去了，这东西不能硬来，来我先问一下木星，你要去吗？好呀，我跟你说80%是白墙，真假的？对，绝对是白墙，还是我们在这边睡？没关系，你去啊，至少你比董仔有诚意多了，你至少走到嘉明湖三路了，你说你已经赢掉了董仔了，就 OK 了。点边了，你要看那边有一个响岛之音，已经包在那个陈彦宇，你 OK 吗？我 OK 啊，我就是在取暖。你到底有没有上去啊？我不去的话你就放弃啊。有人要去我就要带啊。我要去啊，怎么样？你会去啊？我野人敲部落的村长哎，你说刚刚这边可以干嘛？我们坐下来考虑一下，不然大家不去的人出一样你最厉害的装备给我，然后我就全身穿大家最强的装备上去，等于是把你一同带上山的感觉。我带了凯西的保温瓶。你没电了，我已经换电池了。OK， 所以现在大家就是把他们最厉害的装备丢给我。这个是那个 Gary 的滑雪的手套，然后还可以这样子盖起来。哎呦，这个岩塔的，岩塔可以。上去，上去吧。如果没有想倒，你还会上去吗？到底什么心态？我看不懂哎。你们看一下你们床位上面的牌子，嘉明湖。我上去看一下我的老情人。好，我们等一下看到时候结算一下到底几个人上去。就到时候展哥也不上去。OK， 来了吧。Yo. 想要问一下，现在到底几个人不去？4个，不止吧？5个。他、建宗、星星、凯西与盖瑞这个频道整个不去。对，频道。所以现在剩几个？剩2个频道。剩几个人呐、啊？剩6个人。本来是10几个人，变6个人，真的是超过一半不去、欸。然后3个向导，一带二。哦，好高级哦，高规。出发了吗？等一下会好天气的。我也相信，我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。村长的小太阳要来，等着瞧，康英顺。康，拜拜。8个人成一军，好不好？现在的状态怎样呢？我全身东西都是在楼下山屋给我的，现在突然觉得有一种使命感，满腔热血，觉得说啊，就算看到嘉明湖白墙的话也没关系，可以的。而且我觉得现在太阳越来越大，真的有机会会突然就是开一下下，可以吗？大声点，再大声点！没力气了。再走，下你要北风，下完北风再过去，我是不会上去啊，我们就从他旁边左边过去嘛，到那边会有个牌子，只有狗下那个就是魔王。魔王坡是往下摸，对，往下是还好，回来会比较下。所以我们去嘉明湖的路上是轻松，我觉得是轻松，然后是回程。反正 OK 啊 ，OK 啊，反正都白的。慢慢走，反正都看不到。他刚才给我一点点那个信心，说今天应该好清楚哦，好猛哦。旁边那两棵树呢，嘉明湖的迎宾树，看到它呢就代表阳光打嘉明湖。哇，就是一个指标，大家会停留在这边拍照。Welcome to 嘉明湖。可以啦，我觉得可以。可以啊，再用英文讲两句，跟大家打个招呼，有朝气一点哦。How are you? This is 迎宾树。很棒呢，很棒，我觉得很棒。我们有国际化，我们跟国际接轨了。可以。叮叮
OK， 走，穿过迎宾室吗？刚忘记自我介绍。OK， 来 ，My name is CCA， 还有个台湾，台湾 CCA， 今年几岁？是太难了，我打 pass。27 years old。Yes, old. Years old. I'm 27. I'm 27. I am 27 years old. Yes. 很好，很好。要到喽。开了，好像我们哪里？我爱你，爱着你，就像老鼠爱大米。老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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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鼠。哎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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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标示写什么？嘉明湖1.5。看错了，我看错了，看这个。休息一下，大家。我们等一下这边一路都是轻松的，没有再往上攀的，是吧，姐姐 ？OK 哦，相信你喽。3x3，回去的路上可以看到嘉明湖0.3，就在前面那边，不远不远不远，而且现在大太阳。哎、欸，我记得有另外一个停机坪呢，是经过另外一个停机坪，要不然我之前走街猫山怎么啊？我走过街猫山啊，因为我是上来的时候先经过了妹子，对。所以我20年前走街猫山哦，20年前应该超美，所以你才会没印象，没有住山，对，我走街猫山，屌哎、欸，因为我第一次走两年前吧。我记得我是走上来路上，在右手边的那里，然后要走一个下坡，旁边是一个那个，就是就对对对对对对，就是一个停机坪嘛。那边可以停飞机。所以我是走街猫式上来哦。哈！所以我完成了我的一个人生，我自己没有想到的一个愿望，穿一圈嘞。但没关系，虽然说我已经不知道街猫式长什么样子，但是 fine， 我又可以跟你面前这样讲说。走过街猫师啊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20年前我在走街猫师的时候，的确是很美很美很美。因为那时候就是比较小孩子，然后不懂得怎么爬山，所以我们装备很烂，我们就请一个人一个协作。因为我们那时候有拍摄，有带像摄影机、电池等等。那个晚上，我记得我住在嘉明湖的这个湖畔的时候，月光很美，看上去的时候，上面奇怪怎么有一堆米老鼠？就你知道什么吗？水鹿。站在这个边边这样子往下看，我们至少20-30只，超美的。哎、欸，话不多说，我们一起跑过去，冲！嘉明湖，我们一起跟吴昕达到最高峰。你疯了你！你疯了你！我们要为这个山林而战，我们是东部的小孩。你为什么那么难到达？我们会征服的。嘉明湖，各位。看，超级美！这里还是一些白墙，但是老天爷
已经给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很大很大的礼物了。这就是嘉明湖，各位，我们称之为情人的眼泪，以及布隆族所说的月亮的镜子。各位，我刚刚前面缺氧，一直在讲情人的眼泪，天使的眼泪啦，超美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四位已经先到达了天使的眼泪。哎、欸，我们到了，好爽哦！等一下会出太阳，等一下我给他一点时间，我们再等一下好不好？他等一下就会出太阳的。我觉得这样我已经够了。走走走，下去喽！我想跟大家讲一件事情，做了那件事情之后呢，我就再也没做过了啦。那是二十年前的我，我想跟大家讲，在二十年前 Circus 来到嘉明湖的时候，如果有看过影片都知道，我们在这边做了一些很 over 的事情。但是有一件我认为蛮有意义的事情，现在来说可能是会被认定为丢垃圾，那就是二十年前的事情。二十年前的 Circus 呢，有在底下某个部分、某个地方埋下了一个时空胶囊。我们其实那时候有说过，我们十年后我们要来嘉明湖把它拿出来，但是因为我们撑不到十年，我们就解散了吧。所以呢，现在二十年后来到这里，我等一下可能会去稍微的寻找一下，看看那个时空胶囊还在不在。可能中间已经被有些山友捡走，我很感谢他们帮我捡了一个垃圾回去。但如果我捡到的话，我也会把它带下山。那因为它除了是一个垃圾之外，它对我来说意义也蛮重大的。我会分享给我的另外三个团员，因为让他们知道说，曾经参与过的时光胶囊的你们都不来拿，知道我来了，好不好？这也是我一直很想再次来嘉明湖的一个很大的原因。那我们等一下就去试着去看一看，到底找不找得到。我想应该是希望非常渺茫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要慢慢的走下嘉明湖畔。368呢，要跟我们讲一个有关于嘉明湖的故事哦，难得要讲故事，来吧。大家都叫这边叫天使的眼泪，但它其实真正的名字呢，就叫月亮的镜子。月亮的，它是布隆族的神话故事，传说就是天上呢有两颗太阳，那时候晒的就是民不聊生，农作物都生长得不好，就有一个布隆族的勇士，他就把其中一颗太阳射了下来，那一颗被射下的太阳呢，就变成了月亮。这个月亮呢，每到晚上的时候，就会拿着镜子照着自己当初被射的箭上。它、啊、那一面镜子就是嘉明湖。哦，是这样子哦。而且这个地方呢，是布隆族他们以前迁徙的十字路口，它同时也是他们击退周族的战场。在18世纪以前，布隆族他们就是生长在高山地区，但是大部分是集中在西半部。18世纪以前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迁徙，他就一路迁徙到花莲大分、卓溪乡的大分那边。大概在200年前的时候，他们发生了第二次大迁徙。他们早期都是生活在海拔2000公尺，就是这样的高山。第二次大迁徙就是开始往下走，就是走到海拔1000到2000的地方。当他们走的时候，就是先经过了嘉明湖，在嘉明湖这边，一支部队就是往高雄梅山市的方向走，一支东边就是走到台东的嘉南，然后一直往北边走，走到台东的嘉拿跟龙泉一带。我们才会说嘉明湖是布隆族人迁徙的十字路口。哇，讲得好好哦。对，你是刚背的。对啊，他们会背东西的。这边是他们古战场，就是以前周族跟布隆族都是奔驰在中央山脉的高山上，周族很善于高山作战，他们的猎场有重叠，然后就在这个地方。他们一度就是越过向阳山，他们就是一直侵犯、争夺猎场，争到嘉明湖这边，布隆族人才终于在嘉明湖这边决定反击。然后反击之后，就是一直把周族击退，他们就是在这边击退周族。从此之后，周族的人不敢再越过向阳山。这是当时的传说，当时的传说啦。这是历史，这是历史，当时的历史。好，第一个是传说。OK OK， 那知道这是什么吗？iPhone 13，你知道它有个功能，就是你把它调到广角的时候，它可以拍微距。那你让我拍一下微距，你又看得很久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然后这边还有一根，你可以把它拔掉吗？一根吗？一根，那就一撮。好，谢谢刚刚以上那个318跟我们讲的一些故事。我就谢谢你的时候，先不要拔啦。所以这个谢谢368。而且呢，就是扎营在那边。那个时候我们要走是走这边上去，这边一点都没有变。我记得我那时候时空胶囊就是过来没几步路的这，看样子应该是要么就是被埋在这种，你看，这
这种深土里面，这种 我挖不开了，有可能就在这里面，因为我们那时候有用石头把它叠住，就算啊找到，因为我们那时候是用铁罐、玻璃罐的东西，好像是牛奶罐的，那时候有牌，我记得在这一区，或者是再过来一点点，没有太远，看这样子应该都是被一些石头跟泥土长期累积，还有一些植被，然后把它埋在这个加米湖的这个地底下，也没有关系，它就变成了一个算是这里永远都不能开发的宝藏，属于我们 Circus 当初四个人。现在大家的爬山意识已经非常的好，包括我，我现在也会非常的爱山嘛，前面也背了5公斤上来，甚至我们也会把自己的车带下山，现在走的是这样子的爱护山林的一个观念，所以不会再有说什么把时空胶囊埋在加米湖这种纯点子这样，那就请原谅我20年前无知的一个小付出。那我们就来加米湖旁边看一下吧。现在是怎样？要在加米湖啊？被熊抓了，被水鹿吃掉，被老鹰啃爆。水鹿会吃人的，是假的，因为它身上会咸咸的，它会一直舔，一直舔，一直舔，一直舔。你好可爱！哎，你找到你的罐子没？我不想找，我想要让它永远留在这里。因为我觉得我们如果现在找到它的话，不太好。我自己另外一个想法，因为不是我们四个人来找的啊。哦，懂你的意思。我们找到罐子又怎么样？我那时候20年前来的时候，你去看水里面的那个生物哦，很奇怪，很像外星生物，你没有看过的。现在不知道有没有，我也不知道那东西叫什么。我自己认为加明湖啊，应该底下是属于外星人的基地。他就侦测说，这个时候没有人来的时候，他这个湖就会被这样子呼吸分泌带来打开，里面的基地就会整个把那个水抽干，你就看到里面，然后就是这样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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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就很多那个飞碟像怎么样，咻咻咻咻咻。难怪那边会有人家说很多外星人。你以为今天早上凌晨2-3点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什么东西吗？他就是从这边发射的飞碟，他们2点才要出发，快快快，先飞出去巡逻。你真的很会想故事。他们现在都不在家了，对，因为已经那个要飞出去了。巡逻了，都相信的。我也是相信自己，你们是觉得我疯了，没有那个在没有疯的事情在后面。还有。决定一件事情，就是找个你家空拍机在定在中间，我们几个人呢，开心的拿着 GoPro 跑一圈环湖，来到加明湖了，都已经来到这里，完成它。OK， 我们现在已经就定位了，在场的各位只有一个人不用跑，那就是扎空。看着你们跑，我们跑平面一点。好，走喽，绕湖啦，一定要跑下啦。据说豆豆跑1分40秒，居然跑2分多，其实这对我们来说好像我可以更快，但是。我们要等到后面的人，无所谓，加油加油，看到吗？接力棒换你。好，跑慢一点，各位跑慢一点好不好？好累啊，换你。还要举着它哦，太重了。对，很喘呢。来，朋友，这里。各位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加油！最后20公尺。5、4、3、2、1，我们做到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各位做到了。他以前击退一族的时候，就是会绕一圈，然后报战功。报战功是一个仪式，他们就是向部落妇女夸耀他们的战绩。部落妇女听到他们在报战功，就会从部落出来迎接他们。那我们刚才也是报战功，耶！回来了，回来了，木星也回来了，快点，快点完成！我是8%，天气太冷了，我上来了，耶！恭喜木星跟范家，我们是跟在加明湖山屋的部落村民们报战功。没错，我们今天 OK 的。坐拍拍照，拍照拍照，今天坐这，今天坐这。亲爱的，等一下，干嘛？我坐这。对，308对，坐对了一件事。今天表现最好的时候。现在 OK 吧？今天这 OK 吧 ？OK， 这可以很好。要用这种态度，不错有进步吧？有进步，很好啊。308 OK 啦，拍照。白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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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墙。
白墙，白墙，白墙，白墙。欢迎收看《野人七号部落》。